谢谢林雅婷。好，接下来请子虹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雅婷，是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？对，我觉得你唱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谢谢，而且你的情绪什么？哦，剩三个小时要时间。OK。我们已经有一个选手在中途怀孕了，忘记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好，三个小时够了，可以了。那个。我觉得你唱歌你很有那个你自己的诠释的方式，还有很有架势，尤其是你刚刚那首歌的 ending pose， 我觉得非常帅。那雅婷呢？你的声音真的太好听了啦！我觉得你这个轻轻的开口，因为你的音色就完全就是你不需要怎么样特别的用力，或者说怎么样的故意的表演，你只要开口，你那个天生的那个音色真的是很棒。很有说服力，而且也感觉得到你其实对台语的咬字你也下了功夫，哦，也并不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你好像不是你的母语，没有什么说服力。你 A 段唱完，我们都被你说服了，被你打败了。那我如果说，觉得还不过瘾的地方，不是不好哦，我觉得你后面的两段，其实你可以多给一点点。多给我们一点点东西嘛，我们就是很想要再多听一些，也许是口气上，也许是有一些层次上，或是需要一些 punch 的时候，让听的人更过瘾一些，这是我们的小小要求了啊。好，